灵蛇狂舞迂回行，天下厉鬼皆扫清。手诀一变，用力扯动，果然勾魂锁从后迂回袭击叶少阳的身后。叶少阳立刻转身施展出八卦步，左右躲避，那勾魂锁却是锁定了他，穷追不舍。心中诧异，这八卦步是茅山内门的逃遁之法，怎么在这儿就没用了呢？那勾魂锁时快时慢，总是锁定他的脑袋，保持三寸距离。叶少阳明白白无常是有心戏弄，不然自己早就脑袋开花了。九阴平八卦，软硬皆心化，太乙不传风，三边对二甲。白无常每说出一句心法，手中的勾魂锁便改变方位，叶少阳每踏一步，勾魂锁便追一寸，将八卦步每一步都死死地压住。叶少阳心灵剔透，听见心法，又看到勾魂锁的行动，很快就领悟了其中的规则，步伐越来越快，有进有退，与勾魂锁保持着相对的节奏。在一旁的瑞冷与和瓜瓜看着，已经不是叶少阳被勾魂锁逼着走，而是两者同步保持着某种默契。一套鞭法打完，白无常大喝了一声，将勾魂锁猛然地抽回，如灵蛇盘起，然后携带着一股可怕的力量猛然出击，前端的钩子突然化作一只蓝色的鬼手朝着叶少阳抓来。这一招避无可避了，还不速速给我过来。大手张开就要把叶少阳捏住，嗡的一声，一道紫气腾空而起，一声龙吟将蓝色鬼手生生地震开。却是关键时刻，叶少阳拔出了七星龙玄剑。得罪了，叶少阳挽了个剑花，对着蓝色的鬼手刺去，刚要展开反攻，斜刺里突然冲出一个人影，手中捏着一道灵符击打在了龙泉剑上，两股气息相撞，各自后退。叶少阳大惊，白无常还有帮手，不会是黑无常吧？刚要看个仔细，那人影再度奔来，速度极快，一只手捏出法诀，叶少阳挥剑回鞘，也捏了一个法诀迎击过去。对方手掌一翻，袖子里飞出了一道紫符，紫气素囊，灵符迎风展开，包在了叶少阳手指上。金钱脱壳，叶少阳左手摸出一枚铜钱，在符胆上一划，灵符松开，一翻手把铜钱朝着对面打了过去。对方手接七变拖住铜钱，这时候白无常怒喝一声，再度将勾魂锁打来。这个半路杀出来的家伙立刻转身，左手摸出一把拂尘，凌空画了个太极图，顶住勾魂锁的前端，后退了一步，太极图旋转起来，一收一带，将磅礴的气力顷刻化解，轻轻推了回去，拱了拱手，亲热地笑道：嘿嘿，老七，干啥对晚辈下杀手？白无常一脸愤怒，瑞冷玉和呱呱这才有机会打量此人，本以为是什么绝世高人，一看打扮顿时傻了眼，是一个微微驼背的老头，留着八字胡，身穿一件褶巴巴的蓝色上衣和土布裤子，看上去像个乡下干活的老汉，一双眯眯眼带着几分猥琐，看上去哪里有一点仙风道骨的样子。正在诧异这老家伙是谁，见叶少阳一下跳了起来。师父，瑞冷玉和呱呱震惊地互相看去，这个其貌不扬的老头居然是叶少阳的师父，茅山掌门青云子。青云子回头瞪着叶少阳，指着鼻子骂道：冲撞正神，胆子不小啊你，赶紧滚回山上去，面壁三年。叶少阳挠着后脑勺，对瑞冷鱼和呱呱使了个眼色，从两人身边绕过，走上小路之前，转身对着白无常一一到底，然后飞快地走掉。瑞冷鱼和呱呱都没想到事情的变化会这么快，震惊不已，但是看到叶少阳开溜，于是赶紧跟了上去。从白无常身边经过时，白无常试图拦截呱呱，结果青云子凑了上去，搂住白无常的肩膀。哎，老七，老七，我找你有事儿。
呱呱吓得赶紧追了上去。老大，你师父好厉害呀，他跟那个白死神也有交情。叶少阳回头看了一眼，青云子搂着白无常的肩膀，讨好地说的什么。白无常连连摇头，似乎不同意，不过从两人亲昵的表现来看，似乎问题不大。怪呀，我也不知道老头子跟那个白死神有什么交情，先回去再说吧。叶少阳带着他们绕小路来到了后山，山顶有一座道观，里面倒是有些灯光，能够看到人影，但是叶少阳偏偏又岔上小路。为什么不进去？瑞冷玉纳闷道。这是外殿，里面住的都是外门弟子。说话间，三人绕过道观，走下一道坡，上了一道独峰，峰顶又是一座道观，看上去破破烂烂，很有古风。呱呱进门的时候，从门槛上方突然落下一道青光，将他打飞出几米远，捂着屁股在地上喊疼。哟，差点忘了，这门上有禁制，不许一切鬼妖尸灵进山门。叶少阳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手伸到门上，摸到了一个青铜小鼎，对着下方吹了一口气，对呱呱招手：“进来吧，没事了。”你就吹了口气，确定没事？呱呱心有余悸。废话，这六方鼎除了我师父，就认得我。法器有灵，知道是我回来了，他就不闹了。进关之后，叶少阳领他们来到了偏殿，直接把门板卸下来，摸黑进去了，把灯打开，低头一看，地上干干净净。没道理呀！叶少阳皱起了眉头。这时候门外响起了一个声音：师父回来了。一个道士打扮的少年走了进来，看到叶少阳三人，吃惊地说道：你们三个是游客吗？怎么闯到这里来了？这里禁止进入，趁我师父没来，赶紧走走走。上来要拉他，叶少阳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少年一愣，伸出另一只手推来，看着有几分力道，却被叶少阳轻松地抓住，笑道：哟，体术练得不行啊。少年怔住，抬头看着他：你是什么人？叶少阳手指着自己：这里是我家，你问我？少年大惊，随即笑容绽开，激动地抓着叶少阳的双手躬身行礼。叶少阳立刻摆出一副受用的表情，没想到少年刚一开口就说道：你是道风师兄？叶少阳顿时无语，怒道：道风有我怎么年轻，有我怎么帅吗？